这一棒打在中右外野方向，三歪手，哇，三位野手过去都没有接到球啊。最后林安可这个球并没有确实的接补。哎呦，触身球，是，可惜哦，已经取得好球数领先了。他想要走一颗内角 high fastball， 但是投得太过近身了，没有飞谁完全不可以哦。就是，哦，这一棒带到了左边方向，哎呦，左外野手，哇，小黑这个球，对，这个球他没有办法确实的接补哦，在判断上面好像出了一些问题啊。是。那现在中左外野哦是稍微有一点阳光照到啊，所以不知道是不是有一点受到这种天色的影响，是完全切到棒头而已，所以距离并没有到真的非常深远，边看边退的情况之下，所以就没有办法赶到定位哦。这一面在退的时候，其实整个脚步是稍微有点踉跄哦。